慢前进前进的铁板石。铁板石，嗯，你是说这个是铁板吗？砂石一层一层叠叠出来的。铁板，这就是铁板。铁板石，铁板就是用这种石头。哦，所以你们都用这种石头盖房子。早期的房子是才有这种，现在是没有，现在没有这种石头。现在没有了。现在没有了，好像没有了。啊，没有了，炸光了，可恶。
现在呢，在蓝眼泪生态馆附近。现在呢，要走去一间店，叫做西尾半岛。那就趁着要去搭飞机之前，来这里看看吧。
这里是延吉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